我的心都升起的地方，升起的角落，至少可以看得到东西。好哦。你可以放到哪里？我把手机从外面。太多台了，太多台了。94%，拔到，怎么还没充完？那我还帮你拔掉。你拔。你还有条。我有两条。这个是 Apple 线。这个是小米，这个是 Apple 线，这是 Apple 的线。Apple 线哦，这么细啊！可能它是 Type C。什么东西？Apple 的线。是原厂的线。我长得像会自己去买线吗？你想太多。这个是小米的快充线。我们还会来咔咔咔咔咔。前一台那个旧手机的小米线，他拿来接那个插头，然后他直接烧起来。什么烧起来？跟那个线的头直接超烫。冒烟。没有布啊，哦，你有布啊？它怎么用？要插头。对啊，插头在头，插头在箱子。至少我说那个。插头在箱子。插头在箱子。什么插头在箱子上？哦，插头在箱子。我怎么知道是哪个箱子？还有哪个箱子？还有几个箱子？那里有箱子啊。哇！插头在后面。插座在后面。插座。哇，你这边没有插座。不是满的。是满的吗？可以满，但这个线没有那么长啊。没有吗？好吧。没那么贵，好了吧。啊？啊？吓死我了！你这么快就，你这么快就要伸出来了。什么东西呀、啊？来看看吧。哦，这里还有一个。这个够吗？好，你回去。来回去的，插上去就好。但这个是，这个线是的确是有点短的。我觉得这个是保险。那你需要有点烟吗？不需要，谢谢。我才刚跑去洗那个罐罐。洗什么罐罐？那个充满烟的罐罐。什么充满烟的罐罐？哦。充满烟的罐罐。我是做手机，啊，真是，是吧？然后嘞，哇，有灯，嘿嘿，吓坏他，这有刀哎，这爆炸，这是割线，啊，这是线哎，看你的那个夜市老板带我洗了之后，要用闪击就算了哈，哎呀，没差，你就洗就对了，他写说不能洗，但是你还是让他洗。你在干嘛？这是什么鬼？哦，按了它就会爽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就是这样子。那这个是给你踩的。他说这个跟这个不能同时用。哪个跟哪个不能同时？就是那个踩一踩跟这个，好像是这样。啊？什么鬼？就是按这个，它就会自己啪啦啪啦。哦。啊，这个是你要搅动。对啊。那你要、啊、你要搅动还是自动？自动不是它就一直冲。你可以抽上去啊。你说反正这一块没有要用。一是慢的，二是爆炸快。你是会直接往后，机往后呀？啊，嗯，怎么切？怎么切？怎么用？啊，我用完了，然后看完说明书，你在讲什么？然后他缝了什么啦？他是缝一条线啊，他说他会自己跑啊，我以为是要用手推的，啊，重点是他现在，你可以再把这个布缝回去。我可以再卡拉卡拉，卡回去。你是要把这卷切掉吗？是不是？啊，对啊，我说我缝完了，然后呢？然后呢？看说明书啊。它这里有步骤啊，一，那二呢？二在哪里？没有二。还有没有说明？那这个是不知道。
饿在哪里啊？没有饿哎、欸。他教你切线。什么？什么？啊？什么鬼？他叫你把他拉起来。好的。有点无法理解。没关系，我也没看懂。这样，我来聊你。给你，在干嘛？要换我来看说明书。没看懂。这是什么深奥的东西？深奥的说明书吗？哦，天，把它拆下来。回去，回去，找不回去，笑死！走，回去，回去，回去！意外，不要给小孩做玩具使用。他现在就是玩具啊！我觉得你在带他玩玩具玩。而且。更换机线穿线时必须关闭电源，不然你手可能会不见。你刚刚说什么二？我这里有一啊。二啊。那里有二。二。那里有二哦二。二啊。一、二、等你游戏啊，他叫你这里啊，然后下去上来。那五在哪里？下面。他没有写五啊。应该是穿到下面，穿线。我这个要怎么写？我给你看。怎么知道？完全无法理解。这是什么神奇的东西？我不知道。这一坨线真的有够艺术。可以找这么抽象。你可以买不同机针呢。可以啊。这么酷吗？可以啊。它上面有写号码哦。应该是一样的吧。后部。它有点不同的吗？它是号数越大的针 越粗啊，因为它可以缝更厚，那洞也会变更大。嗯，应该吧。那我可以用薄布然后去穿。这一根吗？那我用最大号数的针，然后去，哇！其实这个，这个是放了300年，这个齿能用，这个齿有点可怕，是 Made in China。你说这个针，拔起来，它这个剪线的是不是有点大拔？这种拔起来，我都拔不起来。这个是什么？还是它其实就是这样。这一根是什么？这是辅助你穿线的东西吧？我猜。道具。你看说明书，我不知道这一根是什么。没有啊，这个不是在说明书里啊。说明书只有这台机器，其他都是配件，这不是在说明书里。针是这个啦，这个是下面的针。但它也没有写几号，哦，它有写几号？七号。嗯？什么七号？什么七号？他写什么？16%是什么鬼？这是视力考验。16%啊，这全部都一样啊。那个是16号针，这是14。哇，这个针是消耗品啊。啊，废话。我怎么知道？他头断掉就。你要缝什么？为什么缝到针头断掉？布太厚了。有了，他要写了，这是16，这是14。哦。那你只有粗的针啊？那。他没有细的针，细的针你要自己去买。可能吧，那这根是什么针？这个是什么针？针位调节螺丝。这个字有点。针位调节螺丝哎。我看不到。太酷了吧！来看，这又是几号？哇塞！眼睛烂掉。14啊。14了。看它为什么感觉比较短？
他写在哪里啊？神枪兵。那我把他的，他为什么？他为什么刚好翻到看不到面？他又反光，然后又超小，我什么都看不到，这正常人怎么看啊？打开看啊。那就打开来看。开箱。不知道他踢这样子还是长一样啊，我是看不到。拔起来。这边到底是干嘛的？好奇。对啊，是十四啊。是啊。对啊，它只是比较短的十四。我现在是哪一条？送步波动感。绕线杆，功能轮，绕线夹，割线刀。稀里哗啦，三个线都给我翻开。穿线方法。线尾余保留15公分长。去正确的穿线方法，从前可往后可方向穿。看，你在讲什么文言文？我来看看。哇，那你说？对啊，从前可往后可方向穿啊。所以你要不要让我把东西放下来？不要啊！把它。所以。什么东西？这是怎么把线拿起来？他最后没有写，但我就是没看懂。这下面这个是什么鬼啊？就下面的那一条线啊。啊？还有两条线啊？对啊。嗯，他们吸掉我的平板壳。他一次穿两条线啊？两条线啊，一条上一条线啊。上面这条是在这里啊。下面这条，所以一次要穿两条线 ？What？ 对啦。这么酷啊！对啦。我说应该把这个盒子拆起来。所以是长这样穿啊？我在发现新世界。那怎么继续穿？怎么继续哒哒哒？我继续哒哒哒，你要哒哒哒下回，继续封这一块。对啊。继续封。我是要把它挽回。哦，你这样子。刚刚拉哪一个人拉下来？哦，这里的哇！这就把它抬起来，盖下去。What are you doing？ 在研究啊，我在看看这个什么神奇鬼东东。我也不知道，把这个拆起来。啊，这种是要怎么把它拉到这边，然后把线切掉啊？我要先把这台拆起来。你说那根本用不到。现在好像不需要这一块。因为还不够大、啊。但我拆不下来。这要怎么用？只有两只手拆起来呀、啊，用脚啊！哇，这是一块板子。板子 master。好的。他有没有教你怎么切线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转啊？这是转哪里啊？这个。那个可以干嘛？你看看。就是真会上去。哇！你要把挽回。嗯。小
转下面。他是他是。他会把它提起来呀，然后我觉得你快把它玩坏了。没有，那就上上下下了。他会。啊，真上去跟下来有什么差？他是会下去啊，把下面先拉起来。啊？那下去把下面针哦。哦，他只能找一某一个方向，然后切掉是不是？哦，那、啊、他不能帮你打结哦。你问我？他没有自己打结的方法、啊。我只是把它切下来。至少打完结再切下来吧。我先玩这个。啊，这么重点是要怎么用下一块布啊？